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一个平面啊，这个平面哈跟这个向量231呢互相垂直，而且这个平面哈通过这个点041，那么他问说这个平面的方程式为何？好，那这个向量跟这个平面垂直的话，这个向量就可以当成这个平面的法向量，哦，我就可以设这个平面的方程式是2x 加上 3y 加上 eg 的等于 k， 那 k 是待定常数的，但是这个方程式哈，通过呢这一点，这个平面通过这一点，我就把这一点带入这个方程式，要满足这个方程式，就是2乘以多少呢？ x 是0嘛，加3乘以多少？ y 是4，加1乘以多少？ z 是1啊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等于 k， 啊，所以 k 是等于多少呢？啊，这是0嘛， 12加1是13，也就 k 是等于13啊，所以这是等于13。那时候我就晓得哈，这个平面的方程式哈，一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 2x 加上 3y 加上 z 等于 k 啊，哎 ，k 是13，等于13，这个就是呢平面方程式，一的平面方程式。